五十观众们呢？还不够啊！你要达标，我记得要达标是平均要每次开直播都有75个人以上，还有两个人在慢慢逛，我天！ 保护年包大作战是不是？发包！边缘人没那么多，我边缘人，对不起。<笑>我知道比较好啊。 但是你要我先打完这个地图才能回去啊！我这地图还没打完。Oh my god！ 哦，第几次了？酷酷哦，酷酷哦！ 不可能吧？因为他现在。 他现在后面是有数据，他数据一达标，他们不给也不行。有数据，所以要再加油加油这样子。我希望我的钱够。 那东西不能关掉啊，关不掉，关不掉啊，孩子，孩子醒醒，孩子。哦，你是说我那一个系统跳出来那个东西是不是？我还问你是系统的那个东西，没有，我还问你是说那个Twitch系统的东西，那个东西可以关掉，我是知道，但是关掉之后我会有很多困难，所以我不能关掉。 对，我不能关掉那个东西，我不能关掉。关掉我会有很多的大灾难，因为我的 shift， 我的 shift 拿来做的东西太多了，没有啦。 等到75那种情况出现再说好不好？等啊等，等啊，我也在等。哇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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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下这样跑回去真好麻烦。 等下这C很快就喘。 回来了，日常日常，你不要跟我说又是一个人吃掉我很多面包，你够了哦！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一到早上我们就要这样子换位。 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一脸问号，有，我的Twitch迟早就会被那些分数什么之类的打趴下去吧，不知道。
感觉 Facebook 现在都蛮夯了，而且还各种找人。哎，我要干嘛呀？我没事。看起来像是坐船，不是，看起来像是根本就在坐船。这位老哥，你不要再吃舔我面包。我的面包啊！我每天为了面包而烦恼。感恩，好，我先过去右边，应该够了吧？应该，希望。换骑别的吗？我不想，别的没这个好用。目前来说的话，我周又要换另外一个。哦，你做工回来了，辛苦了。我先把右边弄好，再攻打左边吧。干嘛？要不是因为我，算了。没事，到了。这样的话就没人知道我是在骂脏话了。你不熟，我不熟就好。那我这个需要两个，花两个片了。等，差不多 ，stop。哇，进入冬天了，完蛋了！看到那草地我就懂了。你们听得懂那就，你不讲我不讲，没人知道。哦，你们不要这样子。好，可以了。哦，好了，宝石用来干嘛？解锁一些东西啊。宝石是来解锁东西的。
好，这张地图差不多了，终于要打完了，我天！我骑的是 CE 不是风龙 ，CE 了。狗狗回来。他每次想不开从第一，好不好？求你了。哎，我就是要炸掉了啊！再等啊，等明天早上，等这边打完。加三队，很好，有个问题，我有很大的问题，我只能加三队呢，好棒呢，快给我钱，冬天只能靠你了，感恩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还没有铁匠补，铁匠补要来做吗？那完蛋了，这一队耶！好多铁匠补才能打哦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这队是完的，不用看了。好铁匠谱哦，真麻烦。那我这地是回不来啊，这样意思吗？对不对？了解。哎，哇，好快！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三堆出来，所以应该没事。那我先回家弄一下铁匠铺好了。那四队就ごめんなさい，还要弄铁匠谱，真麻烦，已经都不齐了。可以可以，
谢谢你送来华伦手干。没事没事，我一下弄一下就可以了。又来 ，Stop it, boy！ 我真要改建了，可以改建吗？好像不能，算了。应该会掉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嗯，蛮多的，所以我先弄两三个面包。然后我这边再扩出去一些些。左右边都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有一二三四四五个人，放多两个。有吗？等一下，有吗？还要升到最高级哦，好吧，那等一下。问题是，我那四队还没炸的话，我做不了东西耶。啊，要打他们炸。炸好炸嘛，我才可以做东西，不然我现在只能这样子卡着。我天啊！莫名其妙有钱，我的。现在还没炸，真假？那么耐吗？想出名的钱是不是可以？没有，我要管了。有啊，我有很多长矛，问题是我这些长矛现在目前做不了东西。长矛多是多。
天路，许下真愿，我的爱你就像雨水。哇，回来了，我得。你们居然平安回来了，我得。还想说你们死定了，我就没有再理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这些村民真是足以让我大开眼界，大开眼界。哪一段？你说哪一段？不要乱剪精华哦，我怕怕。哇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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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左边到底打完了没？还没。你有那个声音，没有那个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，就代表还没打完。既然不想我唱歌，你这样跟我讲情话，别哦，我唱歌那么难听，你们饶了人家的耳朵了吧，好不好？人家耳朵还要的啊，不要乱来。姐姐，我没办法付医药费啊，穷人家懂吗？农田赚钱吗？问题是没水沟啊，没水，没那个水源啊。有水源的话，我早就做了、啊。重点是没水源，就我这附近都没水源。励志啊喂！可是锦金花我不是要听几遍写吗？好像也对，医药费不要叫我付哦，先说。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第30天了，然后我还在这里。天，一场真的可以打一两个小时。跑不掉哎、欸！结果年头就赢了一个歌唱比赛冠军，好强哦！我感觉我被骗了。说好的铁匠谱了，等一下。
就信你。好好，我信你这一次好不好？这样够大了吧，好不好？这距离够大了吧？还是不行的话，我就抓你来鞭尸。吊起来鞭，懂吗？然后这边我要帮他们的，这里没有办法。这次还是不会出，我会揍你！我跟你说。船上地方，我一定要把船开走。我觉得这距离已经够大了，然后你勾出来不够，真假的。这里的话应该够大的吧？算了，以防万一，我弄到这边来好了。你说的啊，不行的话我就找你算账啊，那位兄弟。我是很相信观众的人，我一向都很相信你们，就算全世界的人不相信你们，我还是很相信你们。所以我常常被坑。
开着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样够大了吧？如果这种地方还不出的话，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右边的不是吗？跟，但这是给右边的，左边的话要再自己再做一个，不是吗？我应该没理解错吧？这不是铁匠吗？哦，好痛好痛！对啊，这是炮车。啊，那这又是什么 ？What the hell is that？ 短短几十年，哪一个国家去啦？打这个可以打三个小时了，我内心是崩的。
溃，观众内心是崩溃的，纠结要怎么破。Direction of the Chip Pro 的，这个是重点，然后完全没提到，我好想打人现在。Just spot very close to the cliff border. You need to extend your wall long way. 好，了解。人生短短几十年。在被欺骗感情了，现在。还是自己来好了。
你呀、啊，兄弟！只要两边都有，给我点时间。游戏真难玩，怎么了？刚刚在工作，我被欺骗了，赶紧。真的不是好的，怎么样？啊！我在拿钱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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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哇！这两个。乖，这两个家伙又把我的，我的天！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造不出来一个叫铁匠铺的东西，现在心情很烦躁。右边不能哦，他那个只会在 Porter 的前面，或者那一条路才会出现哦，兄弟。看没很懂设施功能，你是想要知道哪一个设施？可以问我，基本上都知道。对，还有人贴一叠东西上来了。那个传送门在哪里？你要再往那边进站才会出来。